爷爷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别那么多废话，你立刻过来接我。地小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爷爷来了，我得去接他，给他安排住的酒店。哟，你现在不能出去，外面随时有记者会追你的。哎，老李，老李，你现在去火车站，马上把地小姐的爷爷接回来。不行的，张婶，我得给他找住的酒店。家里不能住吗？这么多的房间，张婶给你去安排。先生也不会说什么的，就这么定了。太好了，张婶。张婶现在就去安排房间了。叶小姐，不要打扰我干活啊！算了，先把我爷爷接到再说吧。老爷子，到了，您下车吧。叶小姐在里面呢，您进去吧。我不进去，你让她给我出来。爷爷，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？要不先跟我说一声。我做什么要跟你汇报吗？你有跟我汇报过吗？你在这里发生的事情，你想过告诉我没有？爷爷，你别生气，别生气嘛。我这不是怕您着急吗？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好好的，一点事都没有？这是哪儿？你新买的房子啊？这倒不是，这是我们老板的家。你老板家呢？你到你老板家来干什么？你没有家？房子烧了可以住酒店，住别人家里像话吗？是是是，不像话，所以我打算搬走。妈咪，你和蔡老爷怎么还没进来啊？今天在这里不累吗？快快安安进去啊！你叫我什么？老爷，你叫他什么？妈咪。爷，你怎么了？不能进店啊！叶轩哥，你跟我说清楚，这孩子是你的？不是，他就五岁了，五年前我才高二啊。叶轩哥，这位是？是我爷爷。哦，你是不是和他谈恋爱？是，没有，先别瞎说。小伙子长得挺帅的，怪不得你愿意住在这儿。就别说。您好，我是轩哥经纪公司执行总裁。谢谢你照顾我家小怪，我这就带他回家，不麻烦你。来者是客，让我多招待您一下，吃过晚饭就走。成，那就吃过饭再走。您吃这个可好吃了。好好好。爷爷，您喝水。别嬉皮笑脸的，站好了，我有话问你。您说，您说。家里被烧，你被绑架过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不是觉得我老糊涂了，没本事？家里发生什么事都不用告诉我了？不是的，爷爷，我这不是怕您着急吗？您看，您这火急火燎的赶过来，怕您担心吗？就你着急，就你担心。我不是人，我不着急。哎，小怪啊，你妈走得早，你爸又出了事儿，我呢就你这么一个孙女，你要是出事了不告诉我，这不是急死我吗？对不起。算了，这事过去了，不提了。爷爷以后也不回老家了，
就陪着你。虽然我老胳膊老腿的，但还能跟我孙女做做饭，说说话。谢谢爷爷。小冠，你一直住在你们那个苏总家里，你是喜欢他吧？别跟我说瞎话。这个苏总啊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大家族里走出来的孩子，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知道的，爷爷，他已经拒绝过我了，不会死缠烂打着不放。好好，那就好。爷爷不是不愿意，是不想你受委屈。明天还要训练吧，早点睡吧，明天我去你爸那里，早点把房子修修，带你回家。嗯，真好，爷爷来了，感觉心里踏实了好多。胖胖哥哥，我来找你玩啦！哎哎，你好久没来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怎么可能？糖糖哥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。最近太忙了，爸爸妈妈总是在吵架，唉，害我好费心。不住他们了，我又给糖糖哥哥带了好吃的。咦，你怎么受伤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没事，只是一不小心摔的。你胡说，明明就是有人打你。是谁？我要救救他。哟，小声音又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是糖糖的朋友，人小事儿走了，咱聊会儿。他给你偷了袋子东西，你记得给我留着，否则再出去一次。糖糖哥哥就是他欺负你的吧？你别担心，我打得过他，我来教训他。如果你现在去跟他打架的话，说不定你以后进不了孤儿院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看着他来欺负你吗？小声也走了。嗯，他给你什么好东西？给我看。我放手。你今天还挺硬气的。小声给你撑腰吗？快点把东西给我。你是不是还要打架？我不给，你想怎么样？不给。他给你偷袋子东西，你记得给我留着，否则再出去一次。胖胖哥哥就是他欺负你的吧？你别担心，我打得过他，我来教训他。如果你现在去跟他打架的话，说不定你以后进不了孤儿院了。那怎么办？难道我看着他来欺负你吗？他给你什么好东西？给我看。我放手。你今天还挺硬气的。小少爷给你撑腰吗？快给我。你是不是还要打架？我不给，你想怎么样？不给，我打你。住手。纯纯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抢糖糖东西还要打架？我只是跟糖糖闹着玩的。才不是呢。
你看唐三哥的手势，这里都是机械的，肯定就是他打了唐三哥哥。你胡说，你又没看见，你不许得老是胡说。那是我送给唐三哥哥的长命锁，为什么会在你身上？熊熊，你抢唐的东西，怎么这样？跟我去办公室。其实我真的不想抢的东西，是因为他们不跟我玩，还嫌我胖。你先跟我走吧。你爸爸妈妈又吵架了？我爸爸总是说莫名其妙的话，都惹妈咪生气。妈咪现在太生气，都从家里搬走了。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，有个许叔叔很喜欢你妈咪。哼，许叔叔是大坏蛋。不如你这样吧。王小安在里面吗？我和熊熊要进来了。熊熊知道自己错了，现在和糖糖认错的，是不是？是。但我不应该抢你的项链，我以后不会这么做了。没关系，那以后大家还是好朋友好吗？好。那老师今天还有事情，你们要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去吧。这个模型送给你，这些也可以给你。我不会嫌你胖，你只要不欺负糖糖哥哥，我也会跟你做好朋友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该回去试试糖糖哥哥给我的这个。这是我自己写的歌，本来是为我下张专辑准备的，但为了给你们比赛用，我修改了一些歌词。你们先试着唱一下，不足的地方我会帮你们改正。好。我听见雪问我风的风，我懂了漆黑的时钟。按错了，按错了，谢谢谢谢。不知道安安要这些照片干什么？难道是阿晨要看的？陆叔叔，你在妈咪的录制现场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，小宝贝？偷偷拍一下许叔叔和妈咪在一起的照片好不好？再附赠你一个小视频，你是替你爸爸来监视的吗？嘿嘿，安子有没有劲？许叔叔真过分，你和妈咪坐这么近。哇，许叔叔和妈咪站在一起好般配哦。反正爸爸也不打算和妈咪和好，不如让妈咪嫁给许叔叔算了。不要吵，好工作。坏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气死我了。阿晨的信息，管管叶星哥，别和许明泽闹出绯闻。哈哈哈，第一醋王上线，人家工作呢你也要管，就不理你，急死你。不过这倒是个好主意，不然趁机炒一下小叶子和许明泽的 CP。 嘿嘿，我真是个天才啊。我滚开，我来这还需要别人允许啊？笑。擅闯公司，让保安把他赶出去。这么久不见面，一见面就耍威风，你就不怕我去跟爸告状吗？大哥，滚出去。凶什么凶，开个破公司，每天装的人模狗样。爸爸叫你回家吃饭，你感冒有点肿，别跟我回去。就知道你没肿，不知道成天还装什么。行了，跟我走吧，爸专门安排我必须把你带回去。我儿送你回去，你好好在家听张晨的话，早点睡。哼，爸爸居然都不管，妈咪和许叔叔生气。妈咪，安安今天心情不好，
训练完陪我好不好？好啊，妈咪训练完会给你发微信哦。再不起来吧。木子，吓死我了。是吗？我可真厉害。你干嘛偷看我聊天啊？知道了吧？我之前说过，喜欢你之类的话。妈咪，安今天心情不好，训练完陪我好不好？好啊，妈咪训练完会给你发微信哦。再不起来吧。木子，吓死我了。是吗？我可真厉害。你干嘛偷看我聊天啊？你知道了吧？我之前说过，喜欢你之类的话。所以我就是过来侦查敌情，看看有没有对手和我抢人。还好，只是个5岁的小孩而已。你别太有压力，我喜欢你是我的事。我不一定要求你有回应，你只要不躲着我就够。谢谢。好了，休息时间到了，现在我可是严厉的徐 PD， 小叶同学不要偷懒哦。我可从来不偷懒，我不像某些人一样今天上午我偷偷打哈欠。那是太累了，过来练习。大哥不打算上楼看看自己的房间吗？多熟悉熟悉吧，说不定以后的财产就只剩下那一间房间了。老爷回来了。爸，听你的话把大哥带回来了。好，都准备好了就先吃饭吧。爸，我今天在办公室看见哥领养的那个孩子了，我觉得不太行，大哥自己都还没有孩子就领养了一个，我们苏家以后的财产可不能留给一个野种啊。苏林山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你说谁是野种？我说错了？也不知道大哥怎么想，自己不生偏要领养，该不会是不行吧？哎，少管你大哥的事儿，先管好你自己，别一天到晚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闹绯闻，在外面丢尽我的脸。不过林山说的也没错啊，养子毕竟是养子，以后可继承不了我们苏家的家产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玩够了也该早点结婚了。我有分寸，不用爸担心。你呀，就是从小太有分寸才让我操心。算了，先吃饭吧，这些事以后再说。不方便送你们回去，你们自己路上小心。谢谢弟弟。行哥，到家记得微信给我。行，一定。爸，你终于下班了。许叔叔，爸，你现在是我的了，你不要给我抢哦。和你抢又怎么样？你反正抢不过我。妈咪，你说好晚上要陪我的，快点快点，我们走了。好，那拜拜，明天见。拜拜。啊，你点这么多，你吃得完吗？对啊，不是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妈咪也是很生爸爸的气吧？
妈咪安安陪你喝酒。可是，这些都很贵吧？不贵的，安安有零花钱哦。请问哪位姐下字啊？上好的上。好的。真的不贵吗？不贵，真的。做事长点心，别丢三落四的。知道。信用卡也能丢，大哥这样也不知道平时怎么管理的公司。父亲，我吃好了，我先走。宋大哥，去吧。听说你把我从公司踢出去的叶璇哥签入你公司了，真可笑！你这收垃圾的吧？我不要练习生，你也要，孩子也要，别人不要的也要。啊！你再骂他两句，你试试。喂，爸爸，你快来啊！妈咪喝醉了。喝醉了。心若在，妈咪别再唱了。天地之间，完了，本来想让妈咪喝点酒，和爸爸增加感情的，怎么刚喝没几口，妈咪就疯了？爸爸怎么还不来？啊，妈咪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觉得妈咪不好吗？长得不好看，性格不好？没有，妈咪哪里都好。啊，什么苏晨不喜欢我？那一定是眼睛有问题。你是谁的眼神有问题？刚才你说谁的眼神有问题？就是你呀，苏晨。你看医生吧。为什么喜欢我？我到底哪里不好？你改。因为我真的。真的是吗？真的喜欢你。I saw you one day in the coffee house. I thought about you.
你看现在姿势，明明是你强吻我。那我分开也可以啊。你是我的。你要喝酒吗？我给你倒。我不喝，头晕。头晕就闭上眼睛，你喝多了，你应该回家睡觉。你会陪着我吗？子，爸爸，你给我等着。怎么办？感觉爸爸要揍我。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你不喜欢我就拒绝我。放开。我不放。我要睡觉了。我要你说清楚啊。叶贤哥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有钱，对你好，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就是喜欢你啊，就是见到你会很高兴，这样喜欢你不可以吗？你看到我会开心，感觉心都要飞起来了。好热。哎，等等，你该睡了，我先走了。不要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叶贤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快放开我。不放，我不放，我不放。叶贤哥，你喜欢我，这是你自己选的，你别后悔。先生。谁？叶小姐的爷爷来了。叶先生，这么晚了，你也知道这么晚了。苏先生，那就麻烦你把小怪还回来吧。你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我要带小怪回家。等等，你和我们小怪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拦着我？给我让开！贤哥今天不太舒服，已经睡了，我明早送他回去。苏先生，我人是老了，但还没傻。他要是睡了，你的脖子是被空气咬的。我年轻人一点不知道收敛，还没结婚呢就整天胡来。对不起，玄哥今天喝了点酒，有点不舒服，是我的错，您别责怪他。我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倒护得挺快。苏先生，我想问问你，我们家小怪喜欢你，我看出来，但我并不看好你。你豪门大户，和我们小怪不是同一个世界的。你要是对小怪有意思，那我今天就把小怪留下。你要是没这个意思，我今天就带他走。你从此就别再来找他。请您让我留下他。我在，说过今晚陪你的。晚安，小花。昨天怎么回事啊？昨天你喝多了，爸爸就把你抱回来了。抱回来？你还亲了爸爸呢。就这样进去了，你还说爸爸是坏蛋。啊，够了够了，别说了。在找什么？苏总。吃早饭吧，一会儿送你入职现场。苏总，我昨天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你昨天又哭又闹，还骂了我一晚上。对不起苏总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昨天还非要在我面前脱衣服强吻我。那这女孩这里。天哪，我怎么会干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情？我昨天想了想，觉得没什么，但今天又想，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的错误负全代价。什么代价？
我昨天想了想，觉得没什么。但今天又想了，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。什么代价？你准备好了吗？苏总要亲我吗？你想什么呢？脸这么红。什么嘛？还以为我会亲我一下。这一下是为你亲过我付出的代价。你该不会以为我要亲你吧？我再和你不一样，随便就亲。傲娇鬼高冷狂，千年大冰山，又不亲亲，还故意挑逗我。你干什么？我在反思自己的错误。嗯，好好反思，待会让司机送你回现场。哎，真是爸爸没有办法，妈你不要介意，爸爸就是嘴硬。明明昨天跟你亲亲可开心了。什么？妈咪，你特别喜欢爸爸吧？哼，也没有很喜欢。妈咪常常哥哥说了，事情都要坚持。要说妈咪坚持喜欢爸爸，对他特别好，爸爸就离不开你了。你个小机灵鬼，懂得还挺多。妈咪，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里应外合，我就不信拿不下他。加油！加油！一、二、三。四，来，大家休息一下，辛苦了。今天最后一次排练了，明天就要上台了，怎么办？我好紧张啊。不要紧张，我们有许 PD 光环加持，一定能赢。希望如此吧。哎，说到许 PD， 我就要八卦一下，他是不是喜欢你啊？我看到你走得可近了，你们俩是不是？想什么呢？我和许 PD 只是单纯的前后辈关系。不要用你脏脏的小脑袋乱想。嗯，你又知道我想什么？叶贤哥，有人找啊，来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你去吧。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冬奶奶鸡汤给你送来，怕你中午吃不好。来，撑了尝一口，剩下的一会儿你带回去和你的小朋友们分一分。谢谢爷爷。闻起来好香啊。你昨天晚上和那个苏总怎么样？鸡汤炖了三个多小时，你一下子喷了半碗。还不是你问这种奇怪的问题。我就问了一句，看把你吓成这样，这点出息，回答我，你昨天和他干什么了？还能干什么？我昨天喝多了，他送我回去就睡了呀。什么？睡了？什么呀，爷爷，睡觉就是我喝多了头疼昏迷，懂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我说你这小崽子胆子那么大，你上次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你和他保持距离，你怎么做不到？你是不是还喜欢人家？又不是机器人，说喜欢就不行。行行行，你长大了，爷爷管不住。鸡汤带进去，我回家了。爷爷路上小心啊。哦，对了，我明天要公演，所以今天晚上就不回家了。哼，谁知道是因为公演不回家，还是因为那个姓苏的小子不回家？鸡汤好香啊，给苏总留一碗。哎，这个鸡汤不许分给姓苏的啊。没没没，就留就留，留了也不告诉你。手里拿什么？好香啊，是鸡汤吗？你明天可要录制，不能吃太油的东西。这份鸡汤我把你消灭了。嗯，我就只喝了一点点，你再给我一点呗。给苏总的那份还没有吐出来呢。叫哥哥，就再给你。大哥，起码鸡汤还给小弟。这样吧。你先进去录制，这份鸡汤我帮你收着，录制结束我就给你。去吧，走了。好。苏总，今晚能来见我吗？有东西想要给你。结果昨天等了那么久，苏总也没有回复，更别提过来找我了。叶贤哥，过来吃饭了，公演就要开始了。好的。
下面一组有请夜弦歌小组带来的礼物。我听见是吻过的风拨动了心海的时钟，年与岁恍然如一梦，多有幸能与你相逢。少年天真最懵懂，你守护我一方星空，那些温柔即将迎来最激愤人心的时刻，投票。